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章茶鸭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请给我个点赞、评论、分享。好人有好报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好，视频开始了。章茶鸭配比。章茶鸭配比：腌制料配方盐克、味精克、白糖克、五香粉克、甘草粉克、八角粉克、沙姜粉克、蒜香粉克、绿桂粉克。以上所有料混合一起搅拌均匀。酱料配比：红花椒克、大葱末克、姜末克、干葱头末克。混合拌匀。末豉酱克、海鲜酱克。混合搅拌均匀。制作过程：小土鸭清理干净，将土鸭内外抹匀腌料，抹上海鲜酱，撒上葱姜末，腌制三天。将腌制好的土鸭飞水，清理料渣，沥干水分。把烤鸭炉火开到最小，挂入土鸭，放入锯末、茶叶、樟树叶，小火熏一小时，关火焖两小时，取出蒸至熟透即可。好，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。请给我个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感谢支持。小伙伴们对章茶鸭有了解了吗？